从清早早，欢迎收看今天日十一月七十，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顶日啊，花莲有一个五岁的妹妹和伊的小妹，同齐去带附近的阿姨家要耍，因为阿姨无伫咧，两个细汉囡仔就伫门口靠耍，结果出现一个歹徒，有一个查甫人汹汹出现，抄打这个五岁的查甫囡仔，有影是真恶质。花莲的警方接到报案，介入调查，即马已经抓到嫌犯。花莲一位伫咧厝内排第三个五岁查某囡仔，最近甲四岁妹妹要去附近的阿姨因家耍，无想到讲有一个四十六岁姓陈的查甫人对查某囡仔性侵害，小妹伫咧边啊看到规个过程。两个小朋友就在门口旁边玩，然后突然呢，旁边的邻居啊，就是一个男生，大概四五十岁吧，然后每天就是有酗酒的情况，然后他才刚出狱不久，然后就回到部落里面。姐妹两个人回去出来跟妈妈讲，做老母的因为会惊，唔敢报警。最后向长期协助因出来经济帮助区议员候选人杨伟芬要求协助。杨伟芬随报警和查某囡仔验伤，确定伤势了，警方介入调查，逮捕姓陈的查某人。他就是因为担心说，这个邻居吼刚服刑出来不久，然后又会恐吓他，然后会对他怕会对小孩子不利，所以他也不敢去报警，然后他也很无奈说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代志过几落天啊，姓陈的查某人不是现行犯，所以未移送地检署，是采函送的方式。查某囡仔因家的经济，主要是靠因老爸做一寡散工，也佮其他的社会补助。花莲县府社会处会来关心，评估囡仔是毋是需要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警察局中山分局一个姓林的警察队长，即马是洪亚公伊伫内湖分局服务的时，捌去招待所跋筊。调查嘛发现讲，伊捌伫当地的时有食酒有跋筊，所以洪记一记大过，调离主管的职务。另外一个新北市刑事大队姓陈的小队长嘛在场，即马同款洪记过。警察无守规矩，无守本分，警察署长是真生气，讲要严办。画面中穿西装是台北市警中山分局三林的侦查队长，边开是伊在下会队的三桂主嫌，上岛边的查甫人是新北市刑大三陈秋队长。发现现场勒算天桥牌，桌顶还佫有酒杯啊。原来三林的侦查队长何正立辉黄国昌被控，伊在三年前做内湖分局侦查队长期间，到协会招待所挂天桥牌。警察人员参与赌博财务处分的原则，与警察饮用酒类禁止规定合并审究，记一大过处分，并调整为非主管职务。非上班时间前往私人场所参与赌博财务，亦坦诚不讳，予以加重记过一次，并列为教育辅导对象严加考核。警方都彻底调查了后，认定姓林侦查队长当地饮酒跋筊，姓陈小队长是休困日去跋筊，双双同犯。记者打电话和姓林的侦查队长，伊拒绝受访。之前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被逼出车花招待所红铺，搁到警官牵涉跋筊等不当行为，警政署表示严办严查决心。警纪的维护是警政署一项重视的工作。那最近所发生的几起的警纪案件，那警方绝不护短，也会全力查办到底。对近期连续出包，再加上求职诈骗的人商集团案件，震惊社会。你欢迎内政委员会要求内政部长齐国勇和警政署长黄明洲，七早到立法院讲清楚。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责成政风处要详加调查。好，谢谢。我想我们明天好，可能你署长甚至于部长是不是应该来，好不好？面对国防之疑，内政部处长陈宗彦强调，内政部第一时间已经爱政防单位详细调查，也强调不应该和警界少数人影响到全国警察。内政部会看调查状况，事实是什么，就处理到什么程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中华警方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是抓到一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同款涉嫌用暴力，把人头口罩的受害者关起来，再利用合法的游戏网站，把诈骗来的钱拢换作游戏币，也是现金，涉嫌在洗钱。被警察抓到的时候，现场阁有超出700万的现金。
警方即马是推测讲，这个诈骗集团三年来洗钱的金额应该有34亿。警方到这办公大楼内底，几个嫌犯要咧线顶汇队，拢被现场斩掉。别动！台中警方不断查到涉及主嫌经营洗钱水房，也包含涉及主嫌等七个人，也查扣现金740万，金额真多，还佫动用银行点钱的机器。警方调查，这集团利用合法游戏网站做平台，将骗的钱换做游戏币，或者是换现金。警方目前排除游戏网站牵涉案件，暗过高算，位置从2019年8月到今嘛，不法金流有34亿。诈骗集团透过购买金币游戏点数方式，将钱洗出来。那这洗钱机房，那是以抽取5%的一个手续费来方式来赚取这些佣金。警方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止法、甲刑法罢缴罪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表示，今年8月在高雄查到姓陈的查甫人为主的一个诈骗水房，搁在从华宝岛的民宿救出高鞋，华人区近的人头上好被害者。警方扩大追查，发现姓陈嫌犯甲即摆抓到的姓李嫌犯有合作关系。这查到在台中的水房，最近诈骗集团利用陆续业，附近被害者，警方也扩大清查。持续针对旅宿业来进行清查，另外也会针对一般的社区大楼的出租场所来加强清查。中华警方表示，除了继续追查洗钱的资金流向，高海预算计就要到啊，也要进一步调查是不是跟算计的交盘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最新的消息，咱来关心中华职棒总冠军第四战，昨暗伫台中的洲际棒球场比赛，已经听白的中信兄弟尾也是以3-2赢乐天桃园，摕到总冠军，完成二连霸。High fastball， 吕彦青三振掉了朱玉贤。投出再见三振，球场内面是变作规片的黄海。中信兄弟终结者卢彦青顺利收掉胜利，红黄三军摕到中华职棒33年总冠军。你这个时候拉回来一个侧弧偏的安打，岳振华开赛又扫出了安打上垒。台湾大赛第四战三连胜听牌的中信兄弟，继续伫咧台中洲际棒球场对乐天桃园，一开始球队就展现疯狂的决心，连续两支安打先提分。这一球拉到左半边平飞球落地形成了安打。岳振华绕过三垒之后，要往本垒冲刺。江坤武控制斗兵外野方向有打点的平飞安打，和中信兄弟摕到第一分。乐天伫咧下半局，随也控制一支轰run，拉到右半边，打得非常结实。这一球最后上到了观众席，是一发阳春炮。该讲第四棒的廖建虎，第一日打时就把这粒145公里的速球，攻到正边外野观众席，过关低甲比数右边。就追到第二局下半局，王威贤、霍乃希甲袁东华连续攻出3支安打，摕到超前分。比赛到第六局下半局，李瑞武人又拍霍乃希攻出中方向的高地球，手臂的李瑞武甲游击手为了要救两个人烧浪。哇！二垒手跟游击手撞在一起，结果宋承睿回来得分，中信兄弟拿到了保险分啊！球队摕到保险分3-2领先，这分对台湾来讲损失惨重，因为第八局顶半局乐天入回一分，不过苏乐来和中信兄弟终结者卢彦青防守，无果再提分，上尾啊中信兄弟就3-2赢乐天，以4连胜摕到今年的总冠军，连续两年连续赢4场，完成2连霸，也创台湾大赛8连胜的纪录。比赛刷中信兄弟头家高中亮，也甲选手教练一个小揽，感谢金光子予人感动的球技，刷球队摕到2连霸，总教练林贵祖刷队赛场用稳定的球迷致意。球队外野手岳振华总冠军赛16个打数7支安打，打击率4.38，以21岁正做史上上少年的总冠军 MVP。保守霍乃希无论伫打击或者是守备，拢展现伊的价值，摕到优秀球员，是第一位提奖的外籍保守。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吉隆坡、海花、宜兰、花莲一挂所在可能会上大雨。啊，那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是侪分好天的天气，也毋过爱说是早时、暗时温差较大。咱同齐来看分图。
今仔日的水气比昨昏也搁较高淡薄啊，加上北海花、宜兰甲花莲一挂所在是有机会会上大雨，啊那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温度的方面，各地早暗的温差不多是21度至22度，东半部日时高温有28度至29度，西半部是有31度，会感觉有淡薄啊热。嘛要提醒乡亲，早是暗时温差较大，爱会记得脱衫。空气品质的部分，今天是透偏东风，西半部先方面无风，所以空气污染会较严重。这几天中部空气品质拢是感冒式的提醒。另外，透早甲暗时中南部云会较低，较大雾，出门有塞车，拢爱洗钱。啊，那既然这阵嘛一直拢在落雨，宜兰的雨已经落了一个月，予当地人是感觉真恶杂、真困扰。亲像所有七八一天累积雨量就有237毫米，西部山观测站今天记录到的累积雨量，今天已经超过10000毫米，是排全国第一。因为雨实在是太大，车的雨水要安怎堵，效果都有限。这两天只要是来到秋冬，依然就常常在落大雨，甚至乎原来是做大水甲水崩山，而且雨那大，搁一摆过十天，予依然人得要起笑。冬天来讲，有时候下一整个月的，那摆临时摊位的人，基本上他都是没收入。看我来宜兰已经下了一整个月的雨了吧？嗯。然后房间非常的潮湿。都长霉了。宜兰的雨唔那是落了，佫有底淹是强降雨的情形。像七八一天内，所有的雨量都有237毫米，南澳毛177.5毫米，鸳山有152毫米。今年以来的西木山七站雨量加起来是超过10000毫米，遮济。旗毛山的部分，从10月5号到11月8号这35天以来，只有一天没有降雨。那在11月4号的时候，我们的今年度累积雨量已经到了10291.5毫米。这是全国设雨量七站以来第一摆是观测到年雨量破万的数据。气象局认为讲这是反响应，和东北季风加强，详细原因搁爱研究。那宜兰花莲最近嘛是一直落雨，部分的山区拢有山崩的情形，但是嘛是够有民众去爬山。伫初六，都客乡的爬山路都真侪游客，因为山崩互因受困，警消去救援，才甲人拢拖出来，而且过程阁真危险。只是极端气候的时候，量是愈来愈惊人。但是根据花莲县登山自治条例规定，伫气象局发布雨大雨的特报，嘛要等到日期灾害应变中心开的时阵，才会发上山的禁令。因为现在我们的气候极端的变化，当然法令面当然是会与时俱进，那来做一个变革。就是因为现在没有禁令，一些爬山的人才会去冒险，所以可能让救援人员无用甲要无命，呼吁主管单位赶紧修改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看今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找头路防诈骗、防犯罪行动，阁闹出人命，这款犯罪案件最近有接听到嘛，接出现，是引起社会拢在讨论。也毋过总统蔡英文的面册无去讲到这件代志，引起一挂网友不满。专工走去总统的面册留话，问总统你在叨位？继续来关心自由时报，房市有变较冷啊。相亲的主题报告，今年第二季全国新建案。单买的厝比去年第四季增加7733户，这是创下两年半以来的新高。另外，顶半年空厝增加80000多间，空厝的比率也创下10年来上大的起伏。来关心联合报，联合报是刊讲中国的疫情正嘛继续扩大，广州是重灾区，加强管控的所在已经愈来愈多。要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因为疫情扩大冲击航班。即马伫广州、北京还有郑州这些所在的飞临机房，拢取消80%以上。关心咱国内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4000多的本土病例，这是比顶礼拜三降25%。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未来会开始讨论放零嘴安，会先开放伫户外唔免挂嘴安，也毋过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大型活动，同款嘛是爱挂嘴安。另外，头一批的莫德纳 BA. 点四、BA. 点五先配方的预防下，今仔日就送到咱台湾，按算18会当开始注射。
这也是延续着哈这下降的一个趋势，我们也期待这种趋势能够持续。疫情指挥中心采购公布增加24,798例本土个案，新北市的4,053例上升，疫情甲顶礼拜三比下降25.1%，中重症181例，死亡有66例，其中两例较少年死亡个案是一男一女，拢是40多岁，拢慢性病史，也做过3剂疫苗。即马国内疫情继续转好，大家拢关心翠安要分阶段放零的代志。这个室外的定义，还有有哪一些例外的场合，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讨论当中。演唱会、体育场所，或者是这个选举造势，那这些都跟很多不特定的对象不能保持社交距离，那这些是不是要另定规定？这些我们还在思考。王必胜阁说明，吹暗政策调整第一阶段，大方向就是室外免挂吹暗，室内爱挂吹暗。也透露第二阶段可能列出爱挂吹暗的场所，比如便衣、登记机构、特别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等。放眼第三阶段，因看到真济国家拢是由强制转做建议挂吹暗。另外，第一批莫德纳次世代 BA.4.5 相继疫苗也要伫70到台湾。莫德纳。次世代 BA.4.5 的这个双价疫苗，那它的第一批是有总共有70.3万剂，那会在明天上午抵台，暂定于11月18号起开始配送，那让地方政府开始施打。另外，免费快筛试剂扩大发放政策，指挥中心表示，确定扩大到12岁以下囡仔，甲中低收入户，有够超过180万人受惠，因为爱盘点配送，甲各县市政府合作，按算这礼拜会对外水平相关实施的一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最新的消息，这是俄乌战争，乌克兰继续修复南部赫尔松这个所在。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已经下令要求俄罗斯的军方撤出西化，去东化建立新的防线，因为已经无法度确保有法度补给。Маневр войск будет осуществлен в ближайшие сроки. Соединение части займут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в инженер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Оборонительные рубежи и позиции на левом берегу реки Днепр.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город Херсон и прилегающие населенные пункты не могут полноценно снабжатьс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ть. Жизнь людей из-за обстрелов постоянно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опасности. Противник ведет неизбирательную стрельбу по городу, возможно применение запрещенных методов ведени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俄罗斯对赫尔松撤离对俄罗斯的军方来讲是一大打击，但是乌克兰这边是强调讲，在还未完全收复全部的国土的时阵，讲俄罗斯撤军是无意义的代志。乌克兰的军方会继续战下去，一直到战赢为止。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在昨天是宣布，伊要裁员，要裁13%，所以算算的有超过11,000的员工会无头路。执行长萨克伯格是声称讲，伊进前伤过乐观，爱负起上大责任。在英国伦敦 Meta 公司办公室看起来正平静，但过内面已经有正侪人开始伫咧看物件。Meta 已经发布关于裁员计划内部公告，被裁的员工最高早起已经收到通知。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最高宣布裁员13%，也是因公司创立18年来第一遍大规模裁员。全世界87,000位员工，会有11,000人无头路。执行长萨克伯格伫咧互员工的批内面讲，已经减少会当自由支配支出。一个明年第一季进行暂停裁人，和 Meta 更加精简有效率。I think the clock struck midnight for Facebook. Facebook was spending like 1980s rock stars.And now growth has really come off significantly. The metaverse strategy continues to be an uphill battle. 萨克伯格承认，家己对公司的前景太过乐观。疫情刚开始时阵，全世界快速采用线顶作业，电子商务增加，和公司的营收也增加真多。包括伊家己在内，甲真侪人拢感官有少，这是永远加速的情势。甚至到疫情结束了，还会继续。所以投资真多，但过未来发展不如预期，经济歹，竞争激烈，广告商的预算减少，后因的收入比按算的少真多，这是伊决定的错误，伊就要负责。I think especially the metaverse strategy continues to be a head scratcher.
And they're making a risky bet now. These job cuts you're seeing play out. 在美国的员工会有四个月月级的遣散费，佮按照年资看予因几礼拜薪水，并且有六个月家庭健康保险。伊拉在美国境外部分，英国 BBC 报道 ，Meta 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都柏林，伫当地请的员工差不多3000人，也佮真侪承包商。伊拉根据资料，到2021年12月，伫咧英国请的员工差不多5000人。严格告诉嘛，美塔公司也无公布这两个所在要裁多少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关心美国的集中选举，即马也伫开票。民主党的表现超过预期，共和党并无大赢。到台湾的时间早起7点为止，即马根据 CNN 的统计甲报道，参议院的席次共和党目前摕到49个，啊，那民主党摕到48个。众议院的部分共和党是摕到207个，有赢民主党183个。啊，那目前众议院的选情，共和党是较占赢面。现任的民主党的议长佩洛西虽然有选调，也毋过伊议长这个位恐惊爱换人做啊。已经连任的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集中选举成功3连霸，甲参议官释出保调啊。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re not just going to elect Republican senators, we're going to elect new people.With fire in the belly, who know why they're running? They're running to save America. 在参议院的选情方面，地图顶端红色的部分就代表共和党已经确定摕到的州，包括佛罗里达、南北卡罗来纳、俄亥俄、肯塔基和印第安纳州，是包括美国东南方和中西部。关键州宾州是确定和民主党摕到。民主党候选人费特曼本来因为健康问题，和选情是真紧张，落尾是成功出线。来看众议院的部分，对规个拢是红色的办事，但看出共和党打败民主党摕到多数，应该是已经确定啊。内面特别会当讲的是，对参议员转众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巴林特，成功变作佛蒙特州第一个女性当选的众议员。That I will not back down from hard fights in Washington. I will carry your hopes and your wishes and your stories with me.政治专家指出，讲共和党在集中选举会当占优势，主要是因为选民对执政党无法度处理经济问题感觉真失望。虽然讲共和党在提囡仔权和公民权这议题立场实在相保守，但是为着让生活会当更加好，因愿意博看卖。Democrats control the Oval Office,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and typically there is a change where a lot of Americans prefer at least.For part of a term, a divided government. 现任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确定甲众议院的席次保掉，只是讲众议院的选情明显是较瓦强活动。议长职位即摆恐惊提袂到，和佩洛西同款是对加州内的共和党众议院州属党的头人麦卡锡，方认为尚有可能是新议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即届美国的集中选举，除了参众两院以外，还有36州的州长举办选举。现任共和党籍的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连任成功。德桑提斯是被看作是伫共和党内2024年总统大选有在调和川普伫党内车平人选。啊，那伫民主党这边，有可能卖投入2024年总统大选现任加州的州长纽森，即摆嘛顺利连任。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初八暗时轻松连任成功，在太太跟囡仔陪伴之下发表胜选感言，暗过好亲像话中有话。We've accomplished more than anybody thought possible 4 years ago, but we've got so much more to do, and I have only begun to fight.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美国前总统川普进行受访时阵，曾经过德桑提斯唔通改抢共和党籍控制数年总统大选提名，即马伊顺利连任，名声搁较悬，是毋是导致总统大选也增加变数 ？I believe that it's clear that Governor Ron DeSantis is the new leader of the GOP, and that if we want to truly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and continue in this direction, Florida's clearly the roadmap.同款甲川普关系，就是伊做总统期间的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伊有全国知名度。虽然九月八开刀断伊退出选举，暗过初八依然顺利在阿肯色州的州长宝座。暗过宾州州长之争，民主党的夏皮洛是打败川普的坚定支持者马崔诺。民主党这个势力初八当选马州州长，成为全美第一个公开出柜的女同志州长。
民主党籍纽约州州长霍克尔去年八月，即提因为性骚扰见效台是一个古墓，七八月顺利当选，成做这州第一回民选的女性州长。前拜登大力徛台，民主党籍马里兰州州长参选人摩尔，这次顺利当选，也成做马里兰州史上第一位非裔州长。民主党大票仓的加州，明车州长纽森这次轻松连任，也好挂个有机可能投入二控制选美国总统大选。公司新闻金文庆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乌克兰继续受俄罗斯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拢被破坏。欧盟执委会即马公布一项180亿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5700亿的经济援助，要协助乌克兰渡过2023年。来关心新加坡 XBB 变种病毒引起的疫情，即马开始咧消退啊，确定病例直头咧下降。新加坡的卫生部已经对外宣布讲，未来因无要阁公布逐天新增加的病例数，会改做一礼拜公布一改平均数，当作疫情趋势参考的指标。接著来关心加拿大外交部长伫今日表示，中国是一个愈来愈有破坏性的强权，加拿大也继续反对中国威胁台海现状的行为，嘛会继续强化和咱台湾的关系。镜头甲转来，咱国内政治的选战，来关心选战治安正无平静。上新的消息是，台南市议员谢宰翁的服务处，伫今仔日半暝3点外，封开30枪，天门拢是枪支空。加在服务处迄当时无人伫遐，目前警方已经到现场介入处理。另外，初八夜时，高雄的大寮街遐路发生枪案，14点钟后警方就破案。初步调查是两边有冤仇，才伫大路开枪。高雄市长陈其迈随即警察局将来破案的警察，嘛强调今年到今高雄刚发生3件枪案，是6都内底上少的。按过伊的国民，伊的对手国民党的瓜子，阮是批评讲，无论几件，只要有一件，民众听了就皮皮喘。要报第一件哦。哎，哦，迄个物资啊，迄个物资。开枪了后，走去台东，高雄警方和台东警方合作，抓到5个嫌犯。讲到伊是开枪迄个人的林姓男子嘛，伫咧车到半暝1点外，才枪到林肯分局自首。专案是找出4支长枪、4支短枪，甲87粒枪支。警方嘛宣布，高雄大寮区北北快速道下骹的枪击案，14点钟了后破。那我们了解，应该是彼此哈可能积怨已深，那商业谈判哦引起的这样的冲突。警方研判是双方早都有冤仇，才开枪要报仇，但是详细搁爱调查。为着奖励辛苦的警察，高雄市长陈其迈坐到下晡，嘛去警察局表扬因。那高雄市到目前为止，在今年有3例的这个枪击案，那我想还是在六都的一个比较里面，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最低。陈其迈是感谢基层的努力，让高雄治安改善更加明显。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说：“讲伊唔捌民心。”任何一起就对市民造成我刚刚说的心理的恐慌，只有3起，那他是怎么样？什么样的数字才会让他觉得这样的数字是值得市政府来更加的警惕的？选前治安变作选前的光红，郭志勇这支陈其迈对枪击案伤大意，让民众惊吓。10号开始，陈其迈请假抢选举，强调更加在市政议题变作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焦点，民众党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鸿安，最近因为牵涉助理费的争议，传出伊伤过操劳去住院，目前已经出院。伊随后甲新竹县长杨文科见面，这是引起外界拢在想，咧要讲敢是哪边要合作。那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是专工带证人去支持高鸿安，而且批评哪里即马拢在拍高鸿安。国民党的候选人林景仁是强调讲，选举也是爱看政策较要紧。佮反头过来骂民进党的林志坚和沈惠宏是落跑的一组。沈惠宏是讲，林景仁态度大转变，自己内情无单纯。
高鸿安的手还看得到大党的社长嘛？民众党新的市长候选人高鸿安传出断言消息，不过已经出院。再到下晡，在联电业务副董事长孙明志的陪同之下，去新的县政府拜会县长杨文科，双方讨论交通、教育、饮水等等新的县市会当合作的项目，引起外界联想南北合作的可能性。今天我也觉得非常高兴，可以在这几个议题上面都有得到就是杨县长许多他过去在实务上的经验，还有他对于未来跟新竹市可以有更多良善的沟通，还有实际的整合执行上有许多的我们一些共识，包括产业、教育、经济、文化，甚至于农业各种我们的看法，大家都像做一个沟通。我觉得我们的重点都在这里，完全没有谈到选举。竞选办公室回应讲，高鸿安因为大量作恶的事件，为了要证明家己的清白，利用行程以外甚至是半暝时间找资料，致使过度疲劳。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召开记者会，批评拿掉两党联手阻挡高鸿安，让民众对民进党失望，也对国民党绝望。对手林京仁发动点，无要交出高鸿安相关的证据甲资料，传出党中央烦恼南北相搭，领导的有关立言的声势。不过林京仁好像去被施压，找到针对前新竹市长林智坚和前副市长沈惠宏批评新竹动物园开要4亿来改建，过程害动物的种类减一半，时间也传出意外，花了3.76亿元让这个动物园变成一个标本馆，各县市拼光光的这个表现，新竹市的观光衰退的58%，那你说多少人去了动物园以后还会去做第二次？高鸿安跟林根仁现在就是用一个复制2018年的一个韩国瑜在高雄选举的一个方式，那现在还对新竹市说的一文不值。沈惠宏批评高鸿安涉嫌把助理费当作是金库，也批评林京仁的态度形象大转变，这个是跟高鸿安有政治的操作。现在调查局目前已经立案调查助理费的案件，也以行政独立的立场依法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大鸟禽馆最近有新增加一顶冰层，要让鸟禽的行为防护化。不过这项新的设施，等得破病团团用不着。动物园目前也是照顾自本的医疗模式在照顾团团，那团团这阵仔也食食拢正常。鸟禽来到台湾，无像伊原生的栖地，有冰天雪地的环境。最近台北市立动物园替鸟禽买新的冰床，看到伊啊凉色凉色坐伫顶悬食物件，看落是真舒适。前一天伊阁直接倒伫顶悬顶暖来暖去。为了维护人工饲的动物行为太过单一，园方透过新的设备，希望让因会当有无同活动，让因的行为更加丰富。我们这边办法提供雪地给他们，那有个冰床，他可以去刨冰，去重现一些他在栖地可能会有的行为。第一等习惯内底的冰床，目前团团也无法度去体验，因为那就是去晒着歹物啊。目前要持续伫后场接受密切的观察。保育员讲。中国专家来甲看的时阵，伊精神袂歹，会坐咧食物件。目前加减嘛会行顶动啊一下。最近食甲放的量拢维持伫个稳定的状态。通常我们就是叫他起来吃东西，他都愿意配合。活力跟当然跟之前相比起来，还是没有到这么巅峰的情形。因为团团的身体真虚，无多阁做侵入性的检查甲治疗，所以无通进一步来判断伊得病原因。另外，专家同意继续采取目前治疗的方案，也就是缓和照护为主。然后，其他三只鸟禽，因阿姊婴仔已经大汉独居，然后因小妹医保，会甲因老母大做伙。动物园记录着因伫个冰层顶悬多关怀行为，因为冰层会当达到真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代替 DT668 小团的车母郭王浩，伫一礼拜六会伫台南的龙田站出现。台南市政府也推出很多相关的活动，邀请铁道迷去看火车试骑。今日去龙田赤赤文化主山到园区，才过去是铁路糖盐水甲代替四铁强站的旧站。以前的铁机路仓库到今也不有条。这个拜六代替的 DT668 号兄弟车母郭王浩就要转到台南，嘛是第一届要挖伫台南的龙田站。大家知道这已经是第二次来台了，但是今年的活动更精彩。今年周边的包括文创的活动啦，包括市集的活动，包括园区啊恰恰园区的活动，都跟着我们国王号一起来。
代替的 DT 六十八号是现有上大只兄弟车母，堪称档位上重，时速真棒，会当吹到80公里，是顶一世代人共同的基地。大家即马是更加罕见，过去嘛来过台南，即届配合挂档，搁再转来，就特别精彩有历史意义的龙田车头。所以这次也特别挑战我们龙田恰恰园区哈。那我们都知道龙田其实是四铁共构，包括糖铁、盐铁、台铁，哦这样的一个铁路交织在这一个地方，所以让这次蒸汽火车来到这里，也算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场。龙田恰恰文化主山到园区，平常时就看到火车在经过，园区后边观景台是真侪铁道迷将的翕相热点。10月12日透早10:58，刚好就来到龙田站，时到游客就当徛伫观景台，看到刚好黑色的身影。记者怎报道？台中有家长即马投稿，有一间国校啊，一个二年啊，圣诞的导师无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大主大意，甲学生囡仔带去剃光头，而且佫常常甲学生囡仔画来画去，当作下骹手人咧用。家长真不满，向教育局申诉，目前学校已经介入调查。学生坐伫椅仔顶端，心情真无好，因为这个圣诞的老师要求伊爱剃光头，佫直直甲伊笑。害怕剪头发的人就理光头。家长提出另外一个影片，原本的体育课，老师煞要求学生跳韩团的舞蹈，另外阁分组要求学生组队，讲学生拢是老师的囡仔工，表现好的发生水，表现歹的就是落泪，甚至要求爱互相投票，甲表现歹的学生拍袂掉。家长讲囡仔因为互人标签化，已经深深受创。我会觉得说这个言语内容不太舒服。因为没有人想让小孩被称作一个奴隶，这样。难道一定要有那种非常严厉的打骂的镜头，他们才会觉得是证据吗？其实像这样子日常的影片，对家长的威胁其实是更大的。林本基金会表示，为8月30日开始就接到家长的投诉，也欢迎学校知影，到9月底已经有8位家长投诉。不过，圣诞的老师唔但无改善状况，搁伫上课时未投诉家长的囡仔。这个班目前已经有3名学生转学。林本基金会要求教育局要甲无责任的老师停聘停职，也要监督学校展开调查。已经责成学校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查明真相。倘若属实，教育局将会严惩就办。平常巡堂的时候会去看，啊、看了以后，他都还 OK， 不会说像他讲的情，因为这种发生事情都是他跟孩子之间的对话。校方表示，找到启动校事会议，成立调查小组，也会召开教评会。教育局表示，会要求学校严格调查，确定这个老师是不是违规，后续再来讨论，敢要停聘、改聘，也是唔受聘。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经过新竹市一搭在起大楼的工地，无意中雄雄发现讲，这个是白顶头施工期，竟然是对1984年开始开工，按算要起到1117年，是啥物建筑物才稀罕要起33栋？民众拢感觉真好闲。大型机具在工地内底钱甲满满，等你赶工，真少甲看外口个是白顶悬。时间期间竟然是写对1984年到1117年，算上这栋30层的大楼，竟然要起33栋，民众看到感觉真好奇。它是最近才开始动工的，哦，但是这个地方围起来已经围好长一段时间了。反而现在的房子普遍都盖得很快，我反而觉得很吓人。附近民众讲，其实这建案今年初才动工，只有嘛回应，这建案是在1984年依法申报。依照迄当时的工期标准，建造目前也未过期。本案1984年依法申报开工，依照当时工期核算标准，建造目前未逾期，仍有效力。但随新竹市建筑管理自治条例1990年发布实施后，滚动检讨工期核算标准，目前已无类似案例。负责建案的代销公司表示，地主是一般的团散公司，准备要起主体大楼。当初申请建造了后，无连面开发，一直到去年才开始卖。因为这栋大楼是在新的自治条例施行之前就提着建造，所以一切都合法施工。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在台湾动画创作者基地举办展览，甲过去11档以来，真侪国内优秀去参加比赛作品，竟出12出提出来展览，希望要让大家熟悉咱在地本地作品。
这是新心灵的动画影片，主题是地球科学。这届国邦动画影展将过去历届国内动画人才优秀作品提来展出。总共有三大主题，一个就是近邻好，那减碳的这个诉求；另外一个是静心，你要看到内在的海，沉淀下来，你会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样更好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永续。为了培养国内动画人才，国家实验研究院的高速网络计算中心，就在一年前办理动画算图竞赛，自过去到今超过850队4000人参赛。今年头届对历届优秀作品来拣出代表性的动画展出，希望透过影视环境等等基地，譬如讲数位建模取代实景模型，让大家了解动画结合科学。这十几年来，嘛愈来愈侪青年投入这个领域。我们用算图农场来提供动画创作者，则是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用这个很快速的电脑让他做很多事情。那这样创作者可以 focus on 他的 idea， 而不是遇到很多困难，说啊我怎么让这个动，怎么让那个太困难了，就半途而废。国邦中心表示，过去是用比赛培养人才，有学生组、毛社会组，即个组105出动画影片，选出12出来展出，希望各界看到台湾自创动画的力量，甲这少年安怎来创新。记者台北邱凯在北昌报道。啊，那农委会的畜产试验所即马是利用科技，用猪母 AI 生育技术，要来了解猪母即马敢有伫发情，敢有伫乞巧，要找出配种上好的时间点。而且猪母若是无斟酌，有当时会去带死猪仔仔。即马某系统会发出警告声，安尼就会当增加猪仔仔的存活率。过去要掌握猪母是毋是发情啊，靠的是猪农逐天来回来巡视猪寮的好眼力甲经验来判断。不过即卖会当靠电脑啊，透过画面会当看到镜头对准猪母的外阴部，透过人工智慧会当侦测到行下情形，掌握什么时阵达到上好的配种时间，准确率有92%，是最佳的配种时间。那你就赶快要找。要做精益来配种的话，那我们可以节省我们的受胎时间，那当然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配种率哈。另外，猪母生了后有10几胎，不过在国内定发生猪仔仔无顺利和猪母地死意外。这套猪母 AI 生产技术，卖当侦测到猪仔仔从地底发出无正常的声音。这时阵，爱小手就主动启动，来轻轻拍猪母，提醒注意。为精准的配种甲猪仔仔的照顾，系统会当减少人力，提高有成率，提升饲猪产业的产值。从节省人力跟整个它后面的产生的效益，大概可以到达9亿元的这个产值哈。用1/320万头来采集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效益。农会表示，目前猪仔仔有成率一年出栏数大概是15到20只，到欧美国家来比较有相当的落差，嘛比上厉害丹麦更加多，因为28到30只。所以这套会当好饲猪好好配好生好饲的猪母 AI 生育技术，希望会当提升国内饲猪的竞争力。畜产所嘛申请一项发明专利，嘛进行一项技术的移转。记者们就用熊大报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加东的玉光国小积极在推动双语教学，搁专工做一本小介故乡的双语绘本，透过日常生活当中学的思维，带学生囡仔做伙学英语，所以即马当地囡仔拢会晓用英语来小介家己的故乡。Good morning。老师用全英语教学生囡仔爱识字，教因读课文，打造沉浸式的英语教学环境。We love one another。屏东县加东乡的玉光国小积极在推动双语教育，今麦阁结合乡土课程，利用双语绘本来介绍在地农特产西瓜。英语绘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也不会觉得很枯燥。未来也希望带领着高年级学生阅读这一本绘本，并当家乡的双语解说员，将家乡行销至国际。老师表示，希望透过亲切的乡土绘本，帮助学生囡仔学英语，也可以当认识到在地产业知识。
也希望再进一步培养这些学生囡仔做家乡的小小解说员。用故乡的美好创造了艺术，也因为双语学习，他们有能力扎根地方，放眼国际。玉光国小的校长表示，未来会继续将乡土课程结合双语教育，希望让孩子愈了解在地，走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分林，分林的身心障碍融合中心，不时拢会举办新式的课程，让住伫遮的住民通接触新奇好耍的物件。学煞了后，阁会替因办成果的发表会，和证人分享因学到的成果。配合报道版播音乐，手对着摇摆。婚姻观心心障碍拥护中心的居民真认真地表演，这些居民透过中心办的课程和成果发表会，不仅培养专长和兴趣，也和民众来交流，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产生成就感和信心。我们策展有园艺、粉彩，还有一个音乐，好，这些都是来静态跟那个动态的活动来结合，来让他们的一些的技能，好，一些的功能可以来增加他们的功能的那个进步。那活泼动态的课程，让心情放轻松。中心也推出较点睛、爱豆豆啊做的课程，有人就真喜欢种花，和伊做义娘，心情也快活。每天看花漂亮，种得非常愉快，玩得非常愉快，啊、哦，心情也愉快。因此呢，我的人长得更帅。社会处表示，这挂身心障碍拥护中心的居民，多数是无人看过，一个人度日总是心情糟。办课程也是希望帮助因小偷物质。那这116位当中呢，几乎都是重度或是极重度。那很多是因为家庭功能不佳，平常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比较郁闷一点。那再加上因为疫情两年来吼，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比较没有办法外出。身心障碍者的学习可能动作较慢，爱开个较侪心思。不过因克服困难，发表会嘛，让社会大众看到因认真付出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缅甸军方政变六权已经要两冬，也过到即阵也是有反军政府的民兵无放弃反击，因家己做武器、做炸药、做枪，也过因无经过专业的训练，家己摸家己做，作为过程风险就较悬，有当时啊就会爆炸，造成未少民兵亡身。在缅甸北部一个地拿，几个反军方政变的民兵当要出去拄制作好的迫击炮，但是。嘣一声，炮弹就伫钢管内面炸开，现场马上拢是哀的声音。我出事地点的三个人，因为直接轰炸到已经无命。像安尼伫咧刺武器的时阵受伤，甚至是无命，对民兵来讲已经唔是第一摆啊。伊话无见面以后，伊话无气概啦，无只要练练力无，吼，下面爱力力啊咯，无拢表出来，伊拢啊咯。在过去一冬外，反政变的民兵是一直想要反击，但是欠武器的状况之下，干来当想办法应变。在临时工厂用双手一步一步打造家己的武器。出来游客来，是讲小弟来这呢，第三里啊米龙庙，我把腰断，我把马架也断，再开也过，还怎么样？只是讲要制作军武是需要真高度的专业，原料控制控少，拢可能让做的人无命。而且从我到底超生妈妈三代人呢，来的邱主任，加上呢也我是的邱主任那边的，第李泽三呢那边的也我是的，那邱主任呢的话苗宝呢，我的把他妈啥地方啊家个啥子咯，谁谁晓得白阿尼了不？知道哦。特别留言留言那边的 CP 啊，那都的变性格了不？的啥不他妈妈了，多多里了，开开皮带多多里嘞，提个单呀，那的家中也我的嘞，多多里面了，都死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靠的都是信念。军武专家讲，无明确的数据会当评估，即家己做的武器到底有效无？但是民兵认为讲，手工武器确实是用得到的。在武力这么无对等的状况之下，因同款会继续做武器，含军政府继续战斗。公司新闻，请问林兵役。经过就会流落来分家，将这个树是待伫涂骹。考古学家最近就伫意大利的托斯卡尼这个所在一大浴场的遗址，发现20多个铜像，年代大约是2300年前。啊，那这个发现真罕见，专家认为讲有可能会改写历史。
工作人员好了把铜像从土地挖出来，这是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尼，在古罗马帝国兴起来之前，伊德拉苏坎人就在这生活，而且发展出浴场的文明。考古学家最近在这个有温泉和这段功能的古浴场位置，发现24个保存了很好的青铜雕像，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元之前一世纪至两世纪。Queste statue recano iscrizioni alla divinità della fonte, che sono sia iscrizioni in latino che iscrizioni in etrusco. Si tratta di capolavori dell'antichità che aggiungono e aprono un nuovo capitolo nella storia della toreutica e del sacro tra etruschi e romani. 负责印刷的考古学家指出，这些青铜雕像包括太阳神阿波罗、甲健康女神希格阿。当初有可能是伫个祭奠仪式的时阵，奉献予圣水，所以藏在温泉内底。一届做伙出土的还阁有6000外件甲个，有金的、银的、甲铜的，同款嘛有祈求身体健康的用意。专家讲，这温泉的水发挥保存的作用，或者古物看起来差不多拢好溜溜。Una scoperta straordinaria perché ci restituisce un corpus di bronzi originali di epoca romana davvero unico al mondo, in alcuni casi anche sculture di un certo impegno che forse rimandano a originali più antichi, a originali ellenistici. 意大利文化部认为讲，这是地中海地区考古上界重要的发现之一。出土的青铜雕像会放伫个当地博物馆，希望会当促进在地观光的发展。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一挂所在有机会上大雨，啊，那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晴云较好天的天气。西半部今仔日是高温有31度，会感觉淡薄热，严格早较凉凉，所以早时暗时温差真大，乡亲爱细致。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是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29度。外岛19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